牙周炎的炎症波及深部组织，如牙周膜、牙槽骨和牙骨质，可造成组织破坏。早期可出现牙龈红肿，后期出现牙周袋，继而造成牙槽骨变形，甚至牙松动和缺食。我们推荐一个缓解牙周炎症状的食疗方案：西红柿两个切块，苦瓜一个切片，杭椒一个切丝，葱姜炝锅，加酱油、盐、糖、醋少许，煲汤使用。调味品根据个人口味自行增减，长期使用对于牙周炎有预防缓解作用。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，请关注九轩小镇院。